高中一挺花钱的。花多少钱？一年花个三万块钱，感觉。一年三啊？那没有，一年三万块钱。不是你交书学费嘛？学费五六千嘛？一起一年学费五六千，然后生活费嘛？我感觉没那么多。我感觉就是他妈要给他买房子，很花钱。